Bruno 新款的家居 Forless 系列的古朴风点点款式， 七分袖的袖长以及衬衫领口的设计， 在设计中又不失率性的风格， 整体图腾采用古朴风的元素，将圆点跟几何图形 拼接并做上红色及蓝色的撞色搭配， 充满了视觉上的层次感和趣味性， 让我们炎热的夏季里面呢， 穿上它也能够成为吸睛的焦点。 再给我们雅妍一个掌声好吗？ 我们先让媒体朋友帮雅妍拍张个人的独照。 非常非常的吸睛，而且这个材质完全看不出它单纯只是一个家具。还有需要拍照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好，我们可以将视线往您的右边转一些些吗？将您的视线往您右边转一些，让我们右边的朋友们给我们一个灿烂的笑容，谢谢谢谢大家。好，再将您的视线往左边回头看一些些，往左边，让我们左边的贵宾朋友也有一个漂亮的笑容。非常的感谢，我们将视线回到中央，还有需要补拍的举手，我们等会儿还有时间了哦。 好，再给我们雅妍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欢迎你，欢迎你！好的，好的，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雅妍来到我们的现场。哇，平常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今天从荧幕里跳出来了，大家是不是好开心？给他一个掌声，叫欢呼！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哇，有粉丝在现场很多，对不对？好，等等，大家稍安勿躁哦。我们先跟雅妍聊一下哦，其实你这一套服装一出生，哇，一出来真的是 非常的率性舒适，完全看不出来是家居服，感觉你等一下要上通告，对不对？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也觉得，通常漂亮的衣服都不舒适，舒适的衣服也不漂亮，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这身衣服真的是既舒适又漂亮。这个艺人讲最中肯，因为他们都要穿漂亮的衣服，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要一点点盯住的那种感觉。对，但今天完全好像你在家里躺着也很舒服，然后出来走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我今天好时尚，好有设计感。很有自信的那种感受。对，然后就很夏天，然后但是又很舒适透气。然后说到舒适透气，我觉得雅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偷偷摸你吗？你摸，请摸。可以哈，来来来，你自己穿应该非常有感觉，因为刚刚其实我在前面也介绍很多我们今年吴君诺最新的一些制程跟制法，以及我们这个棉花糖三重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穿上去这个感受如何？像我觉得， 你看我今天这一身的穿着，你会觉得好像很正式，很正式，然后但是它居然很透气、很舒服，你觉得好像真的像在家里面，就是很舒适的躺着的那种感觉。你讲，我就觉得很像那个在那个沙发啊，然后躺在那个赖上那个马铃薯。但是其实我们进到室内其实有冷气，对不对？其实会有点偏凉，但是它又很保暖。 哦，所以有好的这个透气性、吸湿性，然后同时又有保暖度，真的是三者。所以你其实，在任何的气温，尤其是现在，其实气温就是高高。最近这个礼拜大家都辛苦了哦，前几天那个大暴雨，然后今天突然又出了阳光，真的是给我们军哥很大的面子啊！今天天气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天气，多变化的时候，我觉得棉花糖三重纱的服饰其实会很适合各种季节， 或者是不管是下雨的，是各种湿度、各种温度的地方，其实你穿都会觉得非常舒适。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主打这个呵护肌肤的顶级感受。对，而且很亲肤，亲肤。对，赶快偷摸你两下。OK，重点是很有设计感。对，其实刚刚雅妍我们有提早先来，然后就有先看过品牌这一系列新的这个作品。光看我们左右两侧的这个服装就知道，哇，今年的剪裁跟设计，对呀，真的很好看。 真的，雅妍都非常的那个眼光都非常的好，所以刚刚你也跟着我们一起看了妈的走秀，对不对？你有没有拿两套是你印象比较深刻，想要跟大家介绍最喜欢的？其实我其实我都很喜欢，怎么办？很难选，对不对？其实只有小孩才选择啦，老板，我们这个不选择通通带。但是如果你真的硬要选的话，有一套我觉得超级舒服的，就是那个轻量纱针织100支的那个宿舍的，宿舍的，我们左边看到。 它的三件式的那个套装，其实我觉得既舒服，然后你又觉得有时候你只是去出门才买一下，你不用特别再换一身外出服，就被拍到也觉得很 OK 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是我喜欢的颜色，是你喜欢的，那还有嘞，还有嘞，然后还有一套是跟我一样也是 relax 系列的，然后它是水彩风。
啊，我知道，蓝色花束的连身裙，然后你就觉得好像你度假的时候可以穿，而且是直接配高跟鞋，对，然后去到你稍微有一点需要正式场，好像也不失礼，但是又很舒服。好，我们是不是请 model 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model 在哪儿？刚好我们今天这两套，请 model 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我来我们跟雅妍的中间好了，来，那我移动过来了，谢谢。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套呢，其实它里面是一个背心，对不对？好，那背心其实就可以当内衣来穿。那平常呢，像刚刚雅妍有提到，我们到室内的时候，有时候在冷气房，有些朋友来啊，我觉得这每个人体感温度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在家真的是不开冷气呢，很闷热现在，但开了冷气呢，又有点凉，这时候就很适合。哇，而且你不觉得这样就很舒服？对，那也可以摸一下嘛。有，我刚偷摸了。对，等会儿要邀请我们的贵宾朋友到柜位上，可以直接试穿，可以直接的感受。那我们转到雅妍的左旁，这一套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很适合去海边度假。真的，你看夏天要到了，已经到了，现在的气候，可以去海边，然后去踏个浪。对呀，啊，哦，好优雅哦。你换个凉鞋很适合走在沙滩上，可是你换个高跟鞋又可以去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吃饭也好，或者是约会也好。没错，而且其实雅妍的眼光非常好，因为今年五军楼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设计跟剪裁都是由日本的专业的这个设计师亲自操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好几位 model 走出来带来的这个剪裁都非常非常的特别。马上呢，我也要跟雅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看到两位 model 带了两套的这个毛巾，对不对？其实我想熟悉无菌的品牌的贵宾朋友对我们的毛巾应该都不陌生，家里每次来都非常喜欢，我在家里也都喜欢用他的毛巾来擦脸擦身体，因为那感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但今年呢，无菌有重大的突破，就在我们左右这两套毛巾上。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一套好了，来自我们法国经典的 Anispay， 雅妍可以拿起来给大家感觉一下，拿给大家看，好舒服哦。是，它是 Anispay 的品牌合作，所以上面有 Anispay 的这个 logo， 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听说全台只有台湾独卖哦，所以等会儿大家一定要到柜位把它带回家，而且颜色也很漂亮，对不对？哇，这感觉就是非常有质感。那你看一下您左边这款呢，是我们最新一款的 recycle 的系列。为什么讲是 recycle？ 因为现在其实没错，对于环保、爱地球、要爱我们这片宝岛跟土地，那我们无菌楼也为我们品牌尽了一份心力。我们用这一个 recycle 的材质来去做制成，一样用我们高品质的这个棉花糖来做。所以等会儿大家也可以摸摸看，爷爷可以帮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的。我们 model 端着这两盘要给大家感受一下下。你不用担心把它弄乱，可以的，把它打开的。雅妍很客气哦，来，我们打开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的毛巾呢。这个质感跟触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不是只有嘉恩讲而已。等会儿大家一定要到柜位上实际的去触摸感受，而且要偷偷告诉大家，先爆雷，因为我们今天是品牌日嘛，所以我们有这个全面的优惠，等会儿再跟大家说是多少。所以今天戴真是非常的划算，而且非常的有质感。非常谢谢雅妍帮我们选了这两套，这两套应该我觉得跟你身上这一套也都可以一起直接就是，不管是外出穿搭还是下楼，就算跟朋友见个面，喝个咖啡，我觉得到真的去到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真的完全不失礼，而且会非常的吸睛。是，你看他今天搭配我们的背板，多么的吸睛跟亮眼，粉丝们说是不是？好的，我们先给雅妍一个掌声，也谢谢我们两位 model 好吗？谢谢雅妍，谢谢。好的，我们再次掌声。